森森，哎，森森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小美老师选的想跟你一起合作的歌曲？我可以啊。哦，是这首歌，这是一首我经常都会重复听的一首歌，也是很喜欢的一首歌，也是我很久都没有唱的一首歌，非常非常期待，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小美老师一起合唱这首歌。那我们到时候见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作为 B 站14周岁啊，作为 B 站 UP 主的我，应该要再唱这首歌，充满力量，要美好。那大家猜一下我会唱什么歌？我形容一下，这首歌大概就是，刚好就是，哎呀，你的模糊在哪边？你猜得出来吗？那么就敬请期待6月26日18:30 B 站14周年庆直播，我们到时候见啦。